他沒有想過，但他跟李小龍都認識，大家都是幾好的朋友，但都沒有想過在小時合作，因為李小龍一直都在高頓哈佛，在嘉禾那裡，在嘉禾那裡有合同拍攝的，所以都沒有想過在小時合作。當時我自己第一部做導演的時候，就找一個男主角。 成龍有幾多料我知道的，我知道的，即係我覺得佢可以動作一定打得好，同埋佢有喜劇嘅天分喺度。所以佢前面幾部戲都唔係拍喜劇啊，係做大俠嗰啲啊。即係我覺得佢做嗰啲唔成功咧，我就改個戲路，做個小人物，即係做個小人物就即係搞笑嘅搞喜劇動作，即係成日有少少調皮捣蛋啊嗰啲，將佢成個以前嘅造型嘅戲路改曬。 結果都好成功啊！我覺得做武術指導成功係一個好嘅對自己嚟講係一個好嘅職業嚟嘅，但係翻做導演咧又係另一種考驗，即係做導演係好全面性嘅，同做武術指導分別唔一樣㗎嘛。 即係我就做導演，我就好有興趣做嘅。如果有好劇咁俾我做拍咧，我就會考慮做導演嘅。叫你寫幾句句子，寫咩字？寫喺巴黎啊，或者喺嗰個疫情，即係你有冇感受？係啊，你去本書因為，謝謝。嗯，得嘅，謝謝。我叫你咧，就要打嘅姿勢影一張相，或者叫做。下次嚟啦。